啊，唱歌的时候不时冲我笑笑，我觉得非常的舒心，特别的甜美哈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开场的时候，我觉得孔俊老师也说了哈，这个演唱的时候选取一个适合自己的歌特别重要。我觉得张惠妹的歌挺难驾驭的，你觉得呢？嗯，有点吧。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歌才是最好的。那您的演唱时间呢是59秒，可以获得我们由江海集团提供的 Flash 饮料，恭喜您，请到台下领奖吧。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选手。这个舞台属于每一个平凡人，在这里谁都可以成就自己的梦想。24岁选手李亚丹，就希望今天能够梦想。这条路上吧，有辛酸，但是我相信他也会有让自己提高的一些空间，然后有到自己达到顶尖的那一步的时候，哇塞，我肯定会有非常好的、非常大的成就感。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最棒的。远处传来熟悉的歌谣，那是谁的挥动声音的翅膀？家乡的雨啊，拨开了笑脸，给桑花儿如期而开。努达拉的灯火闪亮，我身在金顶守望，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，飞回我拉萨的天堂。天还是那么蓝，地还是那么宽，你还是那么美，专业的吗？不是。做什么工作？自由工作。自由工作是什么工作？就是我是做这个演出的，但是我没有专业学过。也是做演出的，也经常上舞台。对，反正我们的男主持属于偶像派，你这一看就属于实力派啊，压得住台。重量级选手。谢谢。经常唱吗？经常唱。是属于跑场，啊，算是。所以经常唱跟不经常唱是不一样的。这嗓子挺好。对，还是蛮专业的。谢谢。你很会唱歌。谢谢谢谢。而且高亢还飘逸。对。兼而有之，很难得。谢谢。而且你这个发展的趋势，不但实力派歌手在靠近，而且你的外在形象也有点像韩红那样的实力派歌手靠近。谢谢平原老师。挺好。你看艾德森能不能骑走。好，谢谢谢谢平原老师。谢谢。亲爱的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南电视台第九频道联合东方经贸主办，由艾德森电动车全程赞助播出的大型广场百姓秀《对酒当歌》。又是一位唱到90秒以上的选手，那么他到底能不能抽走我们的电动车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来，美女，请到我这边来。规则你也很清楚，一共有4把钥匙，来选择一把吧。忘了说了，您的演唱时间呢是101秒，来选择一把钥匙。101秒，101加到一块是2。哦，他选择的是2。好，来，我们的车锁在这里，看是否能打开。
啊，很遗憾打不开啊，咱们安阳的同志们手气好像都不是特别好。我的意思是101三位数应该选三。啊，您这是事后诸葛亮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。来看看其他三把到底哪一把能打开。您不用卸下来了，我端着二号已经试过了，试下三号。好的，嗯，三号好像也不是。四号呢？不可。四号也不是，看来就那肯定是一号嘛，101，不选一会行。不是，大家发现没有，赵三老师这个事后诸葛亮真的是相当的厉害。来，虽然没有打开电动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一样会送上我们非常精美的礼品，希望您以后的唱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，谢谢您的参加。是从学校出来的时候，跟那个咱们就是我们安阳市举就是自己主办的这个歌舞团出去演出，当时家里面反正也是很不放心，后来就是出去过了演出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家里面觉得还不错，然后这个也能锻炼我自己。